啊，是妖总。妖总的话可以说是 CC 的牌面，身份的象征啊。妖总的话加盟钓鱼岛子以后呢，引起了无数的关注啊，然后每天也带兄弟们玩啊，然后跟给大家直播，给大家带来资源啊，然后跟兄弟们打成一片啊，就是群众基础非常好的一位老板啊，妖总啊，与民同乐啊，然后在年度期间啊，每次都可以特别的，平时缺人气的时候圣旨开道啊，前几天跟指挥发生了一点小小的不开心啊，指挥临时换阵容，没有通知妖总以及其他老板啊，鱼岛的九位老板全上了，就差妖总啊，妖总一气之下，对不对？假装生气啊，假装生气以后给三个指挥吓得没有办法，只能夺冠赎罪啊，结果就是那么巧，真的夺冠了啊，谢谢妖总啊，谢谢妖总的一个苦肉计啊，激发了三个指挥的极限潜能啊，让我们意外地获得了2018年的一个冠军。其实我们早就想好了，我们的口号改成2019必有一冠了啊！谢谢妖总，谢谢妖总啊！也替三位指挥啊，跟妖总道歉啊！希望妖总啊，大人不计小人过，继续支持鱼岛，在鱼岛好好玩啊！哪怕被要，被要的话还能送死呢啊！妖总这点有雄奇吗？有啊，有。妖总的话，武镇南报名了啊。